F-15 伊达基鹰，是一款由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研制的战斗轰炸机，以 F-15B 为基础，重新设计了机舱以及部分结构。为了操作新的空对地装备，将后座变更为武器系统官座位。为了增加航程，加装了2具保型油箱，还配备一架 M61A2 20毫米机炮，备弹512发，拥有6个翼下挂点、4个机身外侧挂点和1个机身中线挂点，总外挂可达7300公斤。拥有4具多功能显示器，可以显示雷达、电站系统、红外线感测器等传来的信息，以监控飞机与武器可能的威胁目标选定，并且能够使用电子地图进行导航。电站系统整合了所有的反制手段，包括雷达警报接收器、雷达干扰器、干扰丝与热焰弹发射器，获得了全面的反搜索与反追踪能力。在沙漠风暴行动中， F-15E 兼具对地攻击和空中优势，对高价值目标进行了深入打击和战斗空中巡逻，并为联军提供了密切的空中支援。